熟女，真的，我认识她已经快40年了。对啊，1985就无业阶级嘛。对，没有她帅不过。老牛没有吃嫩草。现在是大家的一个目标。好，有谢谢我60几岁的时候，能够保持到这样，真的很不错。对，我们两个真的合作的很愉快。所以我们上个月才在马来西亚的原地也是3年没有在一起了。刚好疫情解封，其实最重要的是睡眠要睡眠要足，对，还要运动啊、哦，运动、哦、对，所以这两种我觉得最重要。钟姐是一直有在保持运动，对，动。你也是啊，你刚上健身房嘛，练得这么壮，你看，嗯，我是气管，我小时候就有气管炎，但是可是没想到我常常气管炎，我还可以唱歌，真的不一样，我是现在气管。啊，你是气管。真的是大家的一个目标。哎呦，谢谢，我念吧。是，你听他们现在这么年轻，如果到60几岁的时候，能够保持到这样，真的很恐怖。啊，有意思。什么叫恐怖？没有啦，就是我觉得这心情很重要啊，心情啊，然后就是我刚刚说的睡眠要足啊，然后多运动啊，就是老咳嗽咳不停。哦。对呀、啊，然后。老毛病，因为小时候就这样。哦。就想说养，这以前都靠吃中药来养。吃了一段时间，慢慢养。然后后来我觉得老是吃药也不是办法，要靠自己啊，要多运动。完全没有。我们这个年代的，你看这个演唱会几乎都降低了。只有你没有降。我没降。我还没降。最经典的就是，主办方也。希望对，应该也不希望我们唱别的。他就会唱歌了。结果我跟他合唱《因为爱情》。